开门，警察，开门，警察。你今天来这里干嘛？按摩。嗯？什么按摩？是一般的按摩。嗯？正规按摩一般的。正规按摩用避孕套的。你这东西什么东西？啊？这东西什么东西？是打飞机。什么打飞机的？按摩打飞机的。需要的话，就给他提供特殊服务。我就是帮他按摩波特呀，做了犯法的事呗。